现在新郎在家啊？啊，无法度啦，人大医生吼，暗时也无咧值班的啦。我吵到你啊？没有。哦。哇，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厉害哎，就是这样说醒来就醒来，然后说睡着就睡着，这你不是你才刚进来而已吗？我从小就这个样子，很快就睡着，醒来的时候马上就清醒。哇，那你真是个当医生的料哎，一个晚上扣你七八次啊，也不会影响你休息的。又是白开水，真的很想喝杯咖啡哎。我也想啊，可是咖啡哦，咖啡因我们不能喝。是啊，所以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啦。专业嘛，你看我们为了专业牺牲这么多，咖啡不能喝，只能喝水，羽毛球不能打，结果病人还是不信任。谁叫我们只是菜鸟医师呢？那这经验累积的还不足嘛。不过话说回来啦，经验就是需要时间慢慢累积而成的哦。这样说没有错啊，不过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，病人当然希望是有经验的医生看他们。哎，其实你这次算还好的，是他们在背后说你，然后你不小心听到。哪像我上一次啊，我被资深护士嫌弃说，哦，你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，怎么当医生呢？哎，这种情形我也遇过了，但是你换个角度想，他们也是为了病人好，所以才特别对我们有要求。可是不是吗？就我听到心里就是会不舒服嘛。那怎么办？只好更努力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喽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刚刚不是应该我在安慰你吗？怎么换成你在安慰我啦？我们也只能互相打气，互相加油啦，不然嘞，这大家哦，都看到当一个医生好像很神气，家里出一个医生都很有面子。可他们就没想到，其实当一个医生其实很辛苦的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医学训练七年，当个住院医师又五六年，一下就十几年过去了。那等到变资深，都是老人啊。小心教授听到。资深名医都是老人家。安啦，教授这时候不会盯的啦。啊，不过现在当住院医师哦，都没有什么时间回家哎。也是啊，好久没有回家了。真的不会想家？当然会啊。要过完年休假我就跟你去。嗯。对了，不是我们要选专科吗？你打算选什么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选神经外科。我要选胸腔外科。以后一起努力吧。加油。你准备弄个什么？阿伯，你哪安尼？车弄掉。为啥弄掉？我倒胃疼。手拿个头壳。手甲头。敢袂紧张？小夸，小夸，先来做一个头部的电脑断层嘛。阿伯啊，我给你扛找星星的，好不好？带你去做检查。好，谢谢。好。阿伯。你是看到电话叫你来哦，哦。
爸妈，这是综合维他命啊，吃了会当补充营养，对身体最好的。啊，你家己有吃无？有啦，有需要时阵我会吃，免烦恼。恁囝会爱心呢，这三罐鸡肉咱上好吃百二。阿祥，阿志进，阿祥啊，阿自从你去台北读书哦，我就真少看你回来呢。功课少，人工作嘛无闲啊。哟，阿平以前你无闲哦。来啦，阿这菜哦，我家己种的啦。多谢。啊，我有代志要问阿祥啦。有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最近哦，安尼足爱困的啦，啊，常常都安尼头壳安尼戆戆啦。阿祥。啊！你是袂当提药给我吃？可能无法度呢。啊，你唔是伫病院啊？提药应该是真方便啦。无啦无啦，你破病爱看医生哩。他恁叫到医生啊哩。哟，煞袂记的看，处理者。唔是我无要替你看，你若无爽快，还是爱去病院内底做检查，厝内底无会当检查的过去呢。啊！我拄仔咧头壳戆戆尔，搁有遮尔麻烦。有啥物病哦、喔，也是用家己做详细检查啦。我甲你讲也讲唔对，安尼电脑唔好呢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就是讲我无钱，你无爱替我看病咧。袂啦袂啦，啊，最近已经对阮足好诶。是啦，阮若是啊，也毋是啥物酷型诶人啊咧。我知啦，啊，迄个时阵哦，我带阮孙哦要叫医生看，啊，袂记咧早钱。啊，嘛是阿祥哦，提前借我的啊。啊，就是，你搁记得哦。那当然啦、啊。哎呦，啊时间也无早，我来转啦吼。今麦老来吃饭。唔免啦，我嘛爱等下煮饭啊，哈。再见哦。我准备好。哇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。最近事情是有点多哈。嗯，什么叫有点多？根本就是忙翻了。你看，我从上星期六就回来医院值班，到现在星期一了，我还在这里。我们根本就不是住院医师嘛，我们是住在医院的医师。差不多了。照顾那么多的病人，如果他们可以顺顺利利康复出院，那就好了。偏偏有的病情不稳定，要是一个不小心，我们就当医生啊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就是在跟时间赛跑，从实生的时候练抢人，其实不是每次都成功。要是病人的家属能够理解这一点，那就好了。我觉得理智上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知道手术的成功失败，而情感上站在家属的角度，谁不希望手术成功？肩负着病人的生命，这个压力真的蛮大。必修课啊，是必修课。这必修课也太多了吧？哦，要学习坦然面对生死，要24小时随口随到，还要面对生活作息的紊乱。你看。我们都变成住在医院的医师了，有时候真的觉得好累。是累啊，不过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哦，什么叫可以忍受的范围啊？你想想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休息了？我都快吃不消了，难道你不觉得吗？是啊，真的是很累。但是我都告诉自己嘛，我们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就过去了。我说错吗？我只是觉得很讶异啊，就是，明明大家都在叫苦连天，你怎么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样子啊？哎，现在生活跟小时候比起来很好啦，有吃有喝有住的。现在靠的不是体力，是意志力。